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Renata Gisela，你呢？我叫 Elaine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 Watam Center，你呢？我住在 Centerfield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12岁，你在哪里读书？我在有书的时候读书。你呢？你家里有几个人？我也在有书的时候读书。我家里有9口人，你呢？我家里有6个人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再见。再见。